假定当下这些现在体会到这个正根，这个人就可以证入梦幻三昧大乘菩萨的正根。在梦幻三昧修久了，那一切的无理东西、物质东西没有什么障碍，一切都没有障碍，乃至定力更深的时候，所谓善后常必无碍而过去，一切自在啊。这是补充的说明。所以因此本论成为是妄想，为真就为不能自知。现在我们理论上知道百劫也是梦，假如说这个理论知道了，你会将普真说佛法也是是梦话，没有真称身，真称身就成佛了，所以没有到达真觉之位啊，因此自己不知道。是真觉是所谓真觉，就是成佛悟了，大彻大悟了，也能居觉，别种业力就梦醒了一样的啊。想到几十年的人生一切所作所为，这也是个梦。所以啊，我们一切众生未在真就是很去梦中，因为没有得到真正清醒正改，永远白天在做梦，夜里在梦中的梦，夜里不过是梦中的梦，白天正在做梦啊。所以我八相为什呢，之前两档就翻译成真咒，别的经典翻译成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等啊，就是真咒，真正的觉悟了啊，才晓得现在还是在大梦中。那么他引用佛真，故佛所谓生死常也，所以佛真上感叹一切众生在生死长夜中，这个夜很长啊啊！这个三大阿僧祇在不悟，就是这一梦梦了三大阿僧祇的。这个呢，三大阿僧祇是长夜漫漫啊，那么人呢就是流浪在生死中啊。有时未了舍正为实，什么原因呢？就是不能真正彻底证悟道啊。一切的外随正盖，就是心意识所生，没有正道，所以永远不能。理论上讲了，偶然心里头有感觉，有感觉的，哎，这是一梦，那不相干的啊，那是妄所正盖，偶然的感叹，偶然的感觉感触而已，不是真的啊。有这个问题引出来下面的问题，外事是否可非内事证，他生实有念非自所愿。好，他说有醒梦这个道理啊，外念随法外证都这一个无理是在这些东西，那么以唯识的道理来讲，本来是没有空的，那也是生意识的共念所生的，可非内识证啊。这个当然外证盖在我们反复看起来是我们的外面，这个茶杯、这个墙、这个山、这个天是在我们的外面，不在里面。在真正证到了心识心性道理，一切为心识所生，这个山后大地大千世界没得内外，就是我们一体的意识所生啊。所以他说问的提出来是假定的问题，外面如果是真的没有口，姑且许可你，还不完全承认，
顶的是内实的正感。那么他心实有，宁非自所缘呢？一切众生都是同一个心识啊，我有思想，你也有思想，他也有思想，他心别人心实有，那真是有作用啊。我在这里想喝茶，你正想喝酒呢，你实实在在的有啊。宁非自所缘，他说那么讲起来，当我想喝茶，你也有事，我也有事，我们是为时相同的。他说这个你就是我了，我也就是你了啊。换句话说，那么我想这个人要来看我啊，我天天想天天想，这个人应该有感应了，就回来了。有时候你想死来没有感应啊，可是有种邪法，外道的邪法或者理法里头也有种这种邪法，它可以把人的心勾动，一种法门啊，都是邪法。那就是情人说他心虽然实有，也可以做自所缘，我也可以使你受影响。这里有个问题啊，比如说世界上很多了，有些画符的，从符箓啊，中国有道家画符念咒，有些从咒女的，会把别人啊弄得疯了啊。你看美中那个的真知法也可以做得到。那么由此看来，他心实有，正是我之所愿，我可以影响他。不过这里头问题很多啊，因为修佛告唯识，修佛要用思想的，真正的佛法不用头脑，那是永远不会发智慧的。我现在帮助大家提问题啊，譬如前面说，譬如前面说啊，我做到你是要我催眠，我们呢啊，你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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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睡了睡着了睡着了，哎，你慢慢真的睡了。前面说稍稍略是高一点，这个正改的人就可以做到啊，大家你跟他对做到，然后你现在飞起来了啊，坐在虚空中啊，离开了三层了，差不多了啊，五层了八层，哎，你慢慢悬起来了。那就是真的他心实有啊，是我们自所缘了，对不对？不对，催眠术那个正盖啊，懂这个都是问题不同的。这里的还有，因此说那他心实有，诸佛菩萨都成就了，让我们念佛念佛，当然根据佛经说佛就会是我们的感应，对不对？念念哎，但是啊，佛天天要度正众生，我们受不了他的感应了，对不对？即使一个完全有成就的菩萨，他没有办法帮助每一个人心里头说啊，他的心里一动，所以你悟到了，我们还不能悟到，佛也做不到。假定是一体，那佛要度正一切众生，他一念动就度正一切众生，我们再度了，我们修都不要修，还要盘腿打坐烧香磕头都麻烦，做到吗？做不到啊。所以他身实有，宁非自所愿，难道宁都在就是在话说，难道说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所愿的正感吗？现在大夫啊，谁说他身非自是正？答案不说必是亲所愿，
所以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啊，一切众生同体啊，也就是用我们不用佛法的话，换一句话，用我们原有的这个道理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谁说他生非自是真？任何人一个生都有生死的作用，是同样的生死作用。注意啊，是同样的，任何一个众生都有同样的生死作用。注意逻辑啊，我没有说任何一个众生都是同样的一个生死作用，不是那么讲。注意啊，这就叫说英明了，逻辑的问题不要把话清楚了啊，听错了。我说任何一个众生都同样的是生死的作用，所以那么因此他也说谁说他心啊非自己的实证呢？这个字个人单独一个字，他说知识不说彼是清楚也，我你的心作用，你的心理意识作用跟我的心理意识作用各有各的清音乐的疏远啊，你不是我，我不是你，这个中间有差别。我的清疏远思想只是在我这个范围起来作用，没有办法起你那个范围作用。不是我经常说到这里说的时候说一个笑话啊，并不是笑话，因为普通上课就不兴讲了，看人家自己智慧高就总正去了，智慧不高就算了。我常说中国人有句话骂两夫妻啊感情不好了是同床一梦，对不对？实际上世界上哪一个夫妻是同床同梦的？不可能的，一定是一梦嘛，各做各的梦啊，那有什么梦的？既然我来创创创的，哎呀，你梦到什么？哎，我昨天也来梦到什么？差不多，差得很远了、啊。本来同床就一梦啊，一梦的很厉害，各做各的梦。为什么呢？他每一个人的心思啊，自己有情因缘所生，是你的心理所疏疏远，不是没有关联，疏称疏要分开，一个正一个正称，一个疏远。那么下面你要说为是生死啊无实作用，非如是我等称之外物啊，所以就是我们啊，这个石啊生出来的时候，比如我们现在晓得新意识，我们什么东西都看得到，大家体会一下。我们现在的人啊，在做我们大家自己体会，只有一样东西啊没有看到啊，这叫做无色有罪。你是得了吧，无色有罪，没有现象，但是有相对的作用啊，这唯识是叫无色有罪。嗯，将来看佛经就懂了，还有个名字有色有罪，对吗？以前有个道友问过，什么譬如我们意识第六意识这个思想无色看不见，这个思想什么有罪，可能有相对作用。我们知道自己的思想，只有第六意识这个思想我们知道，眼识耳识鼻识身识，你定理功夫不够一定体会不出来了，意识很清楚啊，但是意识正改我们生理思想。现在比如说啊，这位刘教授坐在那里啊，大家是在家里，我不要拿起电话打，我心里打坐一想，嗯，刘司令你来了，他那里不用接不到啊，
有没有感应呢？你定力很高了以后，他那里有感应，可感应的不是像电话那么清楚。我们打电话有时候还听错了，哎，他有一种感应，他忽然会在念头啊，刚刚会想到，哎呀，他的老师好久没有去了，比如说我要去看看老师了吧，哎，现在没有空，其实在想，哎，他有沟通的作用，有这个泄露作用，但是不是成熟人。为什么呢？为死生气的时候无始作用啊，实在起不来作用。不像手一阵称之外物，其实不像我们手啊，拿茶杯，这个茶杯就端起来，哎，我们拿这个就端起来，这一段特别注意啊，要是做功夫的人，日正虚光啊，清照外正，譬如像太阳一出来，尊贵的山河大地的光明出来，统统照见。可是我们意识起来，我们心里也想起一个光明照见大家。比如说功夫很好，定力很高的人啊，在这里打坐修道，哎呀，我要放一个光啊，照见大地众生，无病无痛啊，没有衣服穿的不要凉到啊，等等，我现在哦，给你们修复火关啊，你们身上都自己带电呐、啊，你在那里把风空想来一阵可以啊，愿力是可以啊，别人冷的孩子牙齿发抖啊，哎、啊，感冒的孩子而且。就是说你死所生的不想那个样啊，但是正在使外正些明亮明了他心非清能了，所以你一时一动啊，啊，像政治一样，政治里头有别人的现象证来，我们政治一照一照人有我们人的印象啊，所以但是正的是外正些，注意这个事啊，正治一照，譬如我们去照正治，正治里头有个我，你是那个我是什么样的，真的我吗？当然不是啊，大家都说那是我的影子，而且那个影子还不真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看正治，我们的光线角度是这样来照正治，照相机还颠倒的，普通的正治都要这样来，焦点不同，向下这样照的，所以我们看政治的世界并不是我们真的面孔，所以我们人活了一辈子自己面孔什么样子没有看到过，你不要以为政治里的看过，没有，这个焦点不同，这样来，所以政治里头的这一些外向好像是，古文就要注意，好像外面正该呈现了，那么你停下了，哎呀，我懂了，正直一照，哎呦，我看到你是这个样子，正直里看到他不是真的转样子，真的样子没有看到，所以明了他是明清亮，说我了解了你的心里，我了解了非清能量，不是真，不是清音乐所能了，清是所了在为自所变，如果能够真正的清音了，清能够了，就是有八十七，也其实啊，能变变出来七八第六意识自己的用，自己心里这些作用，八十作用，清音了自己的能变所变。故气真说，所以佛经上讲气真，佛说的真，哪一种真？在生命真，在生命真上说两句话，无有少法能去于法，在生命真意思，一切都是为清照，一切都是为实所生，没有说另外一个办法，心外无法，除了生以外没有法，
所以我们修一切的法，不管你命中啊什么中啊华念中，你中死了吧，那是养就中子福就中啊，啊你什么中都没有办法啊，都是为心自修嘛。哎呦，我刚才修这个法好啊，这个就很灵光啊，你自己在那里没福，自己捣鬼。我要本来就是此心，此心我们本来在这里。哦，我心里说那个法灵光，灵光不灵光是你心理作用。Will 造法就能去与法，浮在在生命上的。但死生是啊，死必相现，命去必有，必无啊。所以啊，你说自己与别人与他性，大家自己。啊，生病了，我赶快去看他。哎，结果真的生病了，感冒了，是外症，实体相现。现在是讲这个原理啊，你说有没有这个通叫这个感应的作用？现在不谈感应的问题，说为师要非常逻辑。这个问题只在某一点，你不要插进来变个问题。感应，感应另外再谈。那所以实体相现。只有这么个现象出现，这个现象出现还不是虚幻的，还不是真实。名取比物，好像拿到一个东西，这讲什么呢？我们在这个里头晓得一个道理了。有些人打坐做得好，要做道家，出阴神出阳神，自己做到出去了啊，那么功夫很高的离开这个身体，还可以远游他方啊，乃至功夫最高的人极乐世界什么世界，正如经典上所讲的，一念之间到极乐世界供养阿弥陀佛十方，所有极乐世界诸佛菩萨都供养遍了，马上转到东方，转到南方北方十方世界一切菩萨前面供养遍了，不过一念之间还坐在这里，去了没有？真去了。见到没有？真见到。那是定正感，定正在那个也是正中下，那是阴神，等于是不是这个手端茶不一样，实际上摸得到鬼是所现。那么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你的极乐世界为心正统，你的结论是，所以一切正感、善正感、坏正感，说啊，我梦到到地狱去了，不得了，打的一声，我打得我轻了，哎，一醒来还身上真的受了刑罚，又轻了，就是上面前两次讲的问题，也是心意识作用，讲生物一元的，现在讲为是出去的。我们所以有许多修定的人啊，在这个正感里自己不知道这个道理，把相似的正感当成神通，当成感应传错了，就是自己为心捣鬼。所以下面结论，只愿他心舍得一二，所以我们要攀越别人心里，自己与他人之间这心理攀缘，从这个舍法一样，你只有这个印象而不能真实拿到，那这个真实拿到印象不能拿到真实，就是讲实又即持重啊，这一段持重于第六意识，意识所生的这些正感，此即此。要想真正做到神通正感感应，那要破了第八来啊，才有的懂到这个道理。懂了以后去怎么样神通？像我们现在观察一样，实际的
要得一生生以后的事，八地菩萨以后的事，实际的功夫手指，所以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一般修佛、修道、修禅啊、修密、修来一点点正改，还认为这个就是，这不是啊，只能说你用功吧，很用功，有进步，有进步，不是这个正改啊，这个道理啊。那么，只有一真，何名为实啊？好了，他说根据你这个道理讲，既然好，自他不那么你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对不起啊，我现在要把你们抛开了。这里的刚才我们讲完了呢，我们这里很多修禅的嘴巴会弯，禅的很多啊，自他不二，自己只管讲，都没有去想，要脸红的自他不二，你现在想的就不是我想的。怎么叫自他不二？我们自他就二，怎么不二啊？你冲我在快乐啊，你在发冷，我衣服穿够了，暖和得很呢。自他就二是二的，不是不二的。那个自他不二的形而上体来讲，啊，你是虚空不二可以啊。东方虚空，什么西方虚空，南方北方都是虚空，虚空的一个样子，那是虚空的整改。至于南方、东方、西方，每一方不在虚空以内的，实际上物质是跟那个不同的。啊，不要说我们这里温度是，假设今天是16度的话，台南算不定今天就是18度哎，按那么小的一个小台湾来讲。是他就是二，哎，所以说台南的相空，从台北的相空，虚空都一样，是哪个不二？所以千万不要狂妄啊！哎，这大不二啊！哎呦，是做这个王者穷命的那一种，哦，不得了，悟了，悟了，悟了，呵呵，年旁一个口天悟，结果悟了一辈子，那真悟了，不是这个道理啊！千万注意啊，老实修行啊，老实禅奏，你说什么是话头，这些都是话头。总来这个好了，提出这个原文了，既有已证，既然说自他一切众生生生各有各的知识，何名为实？他说那你为什么叫他呢？为就是只有这个实呢，怎么叫为实？这是问题。答复这个问题，其在果子处处生二，这两句话骂人，否认骂人，奇怪呀、啊！你好笨啊！你那么果子他处处生你，碰到问题就解决不了，每一个到处都是问题，那你好笨，好奇怪啊！那么果子不懂的，其为是叫再说一时啊，就一样。法相为是，就是佛经说一切为心，不是说十方所有一切众生就是那么一个心哦，不是说十方一切众生只有这么一个阿赖耶识哦，很多听到佛修的人高为识都是有这样观念，同一个阿赖耶识，是同阿赖耶识，不是同一个阿赖耶识。所以啊，其为是叫胆所一时啊，他年上的为是叫只有一个吗？实质讲一个实吗？什么叫为是？心意识作用你要懂啊。那么他又问了，等两人对话，不二如何？他假设不是这样，那怎么样呢？这个学生比如说有个朋友又问了，下面答复好，你不懂啊，只愿体听，你仔细听，我告诉你，所谓一事宁有十方，凡圣真悲因果正变，谁为谁所，何法何就啊？
故为十念有生益处。他说你观念完全搞错了，包括假设十方众生只有一个十的话，都是一个阿赖耶识，我们不要修了。哼，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早替我们修好了啊，因为他的阿赖耶识已经解脱了嘛，我们更早解脱了。这不是从楞严经上覆盖阿难说一样，问阿难你怎么搞，阿难说我想你是我姑姑嘛，你出家成佛了，我跟到姑姑将来总有一天我也成佛嘛，啊，我想我不要修的嘛，那是这回事的。亲兄弟父子都没有办法，故要古人说啊，公修功德，婆修菩萨，姑修功德呀。诸佛菩萨这是个指导的名词啊，他没办法帮你治疗。所以，如果是这样，一切众生，我们不需要修行，早就给佛度完了。所以，所谓意思啊，宁有十方三世的不同，还有反复圣人啊，还有天人，还有地狱尊卑，乃至于一切因果报应各种差别现象。假设都是一个事的话，只有一个心，一个是一切众生，万有众生同一个心的，谁为说法？请问谁来说法啊？谁为哪一个人玩这个玩意啊？谁说的要如实呢？那就是佛也是这个心，我也这个心，我就是佛嘛，我说给自己听啊。啊，举为举说，那又何法何求呢？何必去求法？你们求了家，又去烧了再拔，在这里还拼命修个什么？不要去烧了。你的老师，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他早在把这个烧好了，他成功了就好了。我看我们还要求法吗？哎，他说你好笨啊！不过他好在假提出来，是有这样笨人问的话啊，听我们问了，因为我们也不高明了。他说：“故为十年，所以真正为识到有生一去。”道理要懂，现在讲到为是十念总现一切有才，各有八识六位心所，所变相界分为差别，即被空力所显真弱。所以怎么叫一切为心？应观法界生一切为心道，说人有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生一切为心照。华严经的接着为识，各方面都常用一切为心，万法为识。什么叫为识呢？啊，这个识什么意思？这个识这是个总代表归难圣的命性。譬如禅宗讲命性见性，这个什么性呢？你是这个里头的心，哎呀，明天到菜场，现在大概买的到中央菜场买个猪心来看看，我们就明心了。不是的，这是个代名词，这就是总写告诉你一切有情众生每一个人心的作用，分成八个事，这要注意啊。前面眼耳鼻舌身前五识，第六意识最重要，这个中间的这个老大造孽的都是他，都是他。第七莫拉斯，第八阿赖耶识，大家都知道。假如是讲为识，八识都会讲，六位心所就不用，恐怕要一考试你六位心所就答不完了。心所起来都有六位，所以要说百法门门了，烦恼根本烦恼等于六个位置啊。我想正在大家没有带那个楞伽大秘那本书，头上那个八项表，如果有带来，哎，你翻六位身手就出来了。六位包括了五十一位身手，
就是说把心分成八识啊，所起的作用还是归纳成的，不是详细分析，叫现代科学的方法详细来分析，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要六位心所归纳，这个能变，此心的能变与所变。嗯，我现在需要一点空气，因为那个房间空气够透不了。好、哦，好，哎哎，那你给它黑板推过去一点点嘛，推前面一点嘛。哎，好，谢谢。嗯，各有八识啊，六位生所，所以这个心啊，能变与所变，变出什么相？戒相分跟戒无分，这个你们书呢一定应该要注起来啊，不然你将来忘记了，说别相戒哦，两个人相见面了，那就不对了啊。相分，相就是现象，戒分就是精神部分啊。我们看到现象，那个相分现象跟宇宙万有就是相分，我们能够了解看得见宇宙泛有的这个啊，不是这个眼睛看见哦，这个见方不是指眼睛哦，眼睛是眼识的作用哦，也代表了眼睛功能的一部分啊，啊，眼识的一部分，见方我们心里了解能量，这个是宇宙外有，相方见方两，宇宙外有无理世界上的心识所变的相方。现象精神了解它的这个是见分。好了，我们现在注意啊，我们为了大家听了这个课不要再马虎，自己都要体会，我们八识也不管，八识跟心所两个先体会一下。譬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就是比方啊，或者你们打坐自己念散乱的念头，自己最烦了，这个念头不能清净，这个念头起来起念，这个当心所，一个思想一个思想，就是心所，心所变的不讨厌啊，这个就是相分现象嘛，一个思想一个思，一下想到哎呀衣服洗了没有收，糟糕，正是忘记了给这个人打个电话，此心用坐立不安了，坐不住了，不是两腿发麻心发痒了，要想下坐了，这都是心相。但是你这个心的现象起来，你知道这个现象在干什么，这就是见分，是吧？我现在在思想，晓得自己在思想，这也是见分，拿小的部分先去体会，相分和见分，它两个同时在一起。好像我们普通讲，哎，这个事情我了解，这个了解是见分，相分就是个现象，啊，所谓八识，六位心所一共是分成六位，五十一位心所。心理是哎所变出来，八识是能变，能变心所是所变，所变出来的相分跟见分，但是能变是变，所变等于是电灯，是这个宽容器。比方啊，就是比方啊，不要听了啊，我意思就是宽容器，那就糟糕了。比方啊，所以能变跟所变了的在转变，是三变体为能变所变，它两个那是种应性，不是无因的形应，在变转久了就变出来。譬如我们五个指头这么转快了就变了像了，你看你看到不是五个指头了啊，就这样在变，所变的相分为见闻，分为
差别，因此在心理作用现象每个位置分别的没各有不同，这就是科学了啊。这样手都是手，但是这是大指头，这是食指，这是中指，这是无名指，这是小指，你不能说哎呀五个指头都是手啊，是都是手啊，可不同了啊。比如手是能变，这个指头是所变的现象，能变所变转变作用统统不同，不能弄统，这个分位差别各有不同啊。我们先休息啊，有就是啊，我们陈教授陈玉一陈教授给他小姐发声音的有普如老师普先生的观音画像，因为他两位姊妹都是他的高学弟子，所以他自己这是分析的啊，分析最后要改什么呢？即比空力所写真如，从来的修辞把相空相，所以先刚才告诉你无我相无人相诸法空相等等，相空，空不是理论吗？表示正道空，相空见空，如如不动显现出来，见空空力即见空所显现，空了以后呢，空不是没有啊，所以有一般人乃至腐朽将腐朽的乃至有很严重，有些法师们有些知识们在外空空了什么都没有，那都唯物论讲法一样，因此有人误解佛法是都唯物论的样子，错误的严重非常大，大得不得了。空里都呈现的空了以后，那个身体那个东西如来正觉叫做真如，这个真如呢也是个代名词，不要当成真如真正有个东西，又不是真正东西，可它又不空，可是它要空，空的方法空到了最后那个不空的，但是那个不空不是世俗的我们世界法的一些有，不是像这个阎罗王，不是像大悲，不是像这样一个东西，也不是像这个虚空，虚空还是这样，虚空还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见证见到的见，空里出现的真如自性。为什么不加自性两个字？加自性啊，你就抓住了有个性，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了解，要记住这个分位啊，十自相部，第一十自相之一就是八百字啊，十相应部，这是一，不说第一啊，这两句。八百次，这八百次完全相应，随时与地气的六位星座，就是五十一位星座。这个八百次在星座上合起来，两变出了两个东西，相分现象等变成理，等理性的精神说。第三分位不中等是不同，无止是无止，是现象，我们生理现象等物理现象分类不同，是也真实自性，自性无性的空性，于是举法该不理是重力之内，因这一切法都是心理式的正在
所以这里的人生叫实，众里的人生叫实。那么这样叫实，为什么加一个伪呢？伪实的伪，伪就是只有这个实。用普通的话，只有这个实际上面为念，所以加一个伪这个人生。但在女夫说是定力居士只有实在，这是为了啊，遮住了，这就是排解了，排开了，一再的动的嘞，死死的执着，离了一切时啊，外面真正的无理的实在，这个女夫啊，反复这个笨人，不是讲普通的吗？将小乘一切阿罗汉还有女夫，这要到这个入定，阿罗汉可以入定，外证的一切不相干啊，男子可以入定，多少接受，但是你看看，你入定多少接受，那个时间不是因为你入定改变的。那个空间也不因为你做这个感觉改变了。假如现在有一个人在佛的时候入定，到现在历史还经过两三千年了，这不因为你入定了，这个历史出的也没有。因此小乘正改着呢，我是修行要自身，外面不管，外面这个说法跟我不相干，所以佛法应该佛法成为单板汉，禅宗叫做单板汉，背着板走路，就看到这一面，这一面看不见了。生命与佛说之外，定力居士，他们只是认定一切生死。那么罗汉能改这种小乘人，是在第六意识空寂正改成自己的完了，第七是第八是不能改。因此认为外改是在有外神正改，就有物质覆盖，物理覆盖都存在。这是我们把心无两个分开了，所以是错的。若于是之外，唯是教义，别人无道。所以你这么做，要改呢，就是一切唯是，这个唯的，只有是，这个唯是包括了，晓得没？包括了心无欲愿这个位置，现在不是你把这个你不解决你不来你清楚你真的过不来，同样长有这个物啊。所以啊，在这结果这样了解生意是维持教的道理，别人舞蹈，哎，你给这个同事看看我不怕了，哎，好嘞，你怎么搞的？那跟你讲过了好几次。那这样要再说一声为师的道理，别人不照，你的世界不会是颠倒，你就懂了。
佛法有先兆，所以你认清楚佛法这个道理，善必思量，出入法空啊，正无相住，就怕孩子啊，这个生死论可以提全不误，不取空在。所以你懂了，做苦啊就要能力，这个大苦手。那现在呢？你把理论搞清楚了，最好下手都能修行，不然都在那里盲修瞎练。他说你懂了，就是没有颠倒不颠倒的见解，善必思量，好好教本心。说不要本心，思量就只本两个事，哪两样思量呢？福在思量，智慧思量。而你们眼神总是不一样，要修善行善，只修福在智慧，智慧要用思想念着真教来的啊，我懒得看真教，我只想在打坐，你们在找真教当然不看真教，那我有时候也懒得分享，可以可以，我的可以意思你都去转手机几百个几千个台来当然可以，你这一生挣百十号算了，懒一点不肯用什么，这家是要用什么，我们家作为吃个饭盖个房子都要用这个脑筋，你看是修复都要用脑筋，那么是我这个笨人保持中是无所用心的东西，何必说他们，所以要你善必思量啊，福德思量，智慧思量，我们走出修道不成功，光受智慧的人那就知道，你看世界上，世界上所有的好文章写得好，哎呦，这个艺术画画的好，诗作的好，成一辈子一定的。你跟他就不有钱了，他事业都不好，文章写不好，这两个质量都没圆满。只有圆满的人，哎，就是活整天就是活人，又有智慧又有福德，这个做到。做不到的，有福报，这个没有智慧，有智慧没有福报。只要世界的道理，说是法真严重啊，所以啊，善比质量，输入法空之道，快快的修行，正道法空，自立自度而后度他，定无上度啊，行了悟了，就怕寒食，来不累。来做一切众生，什么叫做众生？就是就类拿出一切众生在烦恼的苦海中，救助一切众生出离轮回的逆流中，是就怕寒食，一切众生有人众生都叫寒食，也翻译叫寒灵，他这个真正里头有灵性，有思想，有思想，所以叫寒食，也叫寒灵。是他呢跳脱生死轮回，但是最后要空空，空空这个空不要认清楚，要认清楚必传不无，不取空的，唯物论也讲空啊，人是与真灭，死了就没有了，什么东西了，都是空的嘛，都是空的，空的也过报也空的，既然空因果报应也空嘛，也是什么因果报应呢？这个就是邪见的过去空，严重的。所以下面刚才跟你讲啊，空里所写真如，空是个方法，把你整这个方盖现在我们两个都满了。这是不空了，把这个方法把大家都请出去，东西都搬出来，搬出来了以后写出来这个方法是空的，是空子的方法啊，你不认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是传说，这叫做邪见的魔取空，
是不这样的功啊，违背教理，认真是的，这已经违背了佛陀所的教理，也不能成功，成佛开悟，知道这些是做不到的。故这件事一切为，所以啊，叫大家一定要相信华严经上说，如来如了知，三世一切法，遍观华严经，一切为玄奘，这是个唯识的道理，遍是一切为玄奘，唯识之道。好，这个问题讲到这里，所以要提出问题，如果有事都无外缘，要偶尔跟种种方便，他说假如叫这样讲，生物之一月一天无理时代只有十，没有外根，外面物理现象一切的正改也不过是轻易所说变，那么中间生出了外正改一切不同方便状况，重点这作为一个重纲，这一首诗在中国就叫诗了，印度叫接受，那有一些重视历史历史变是单纯以后啊必须方便的对吧，这就是翻译解释啊，在印度原文反问的不是这个样子，最大清楚通过素来的文学的东西啊，搞思想的说来搞不好，思想的东西没办法写成文书，文书没有办法表达思想，几句非常非常高明的手法，所以你们就写文章啊太难，你看这些文章他真的写得这样脱手症，有一切总是如此如此变这样这样变，如此就这样，我们翻成白话是因为有一些是在中止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变变的呀，现在这个团团转转到后来呀这样这样那样分别就生出来了，这叫什么话呢，这就是白话是事实这样的，事实这个文字就这样，那你是讲的什么，这个佛说话这样难听我找不清了，你这个话都没有讲清楚的人，我还听你的还叫你老师在怪呢，所以只有解释解释，那么第一句话要一切种子，不是有一切种子怎么讲呢，为本始中能生自苦功能差别，因为它是接送的有个好处啊，刚才我上次讲了没有文字价值，你看我们中国人做东西以身那样好是吧，最复杂的是算是怎么挂的，那个草叶都多了，喜欢把它背成一首诗，那个七龙单甲很讨厌他就把它背一个复杂的诗一首因为样子诸里妙难从二字满江一首诗都背来都懂了记住了，但是二字什么二字返乡什么一九功啊，你其实懂了以后才能对他的重伤说话也行了，现在告诉你一句话，要一切重视，一切重视啊为本事重，什么本事，地方阿赖耶识真本事，这个地方阿赖耶识啊能分自我的功能差别，我们每个人刚才我说了啊，每个人都有八个字，每个人都有八个字，还有啊每个人都有一个身子，都是大家共同的身子，有共有的一部分有不同的一部分，所以自己本质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众生第八个字本来具备了一切种子，这个要注意啊，所以人生里头是有众生嘛，
也有求生地有魔鬼是吗？也有说我们发起脾气恨起别人来，自己就是魔鬼，那就是魔啊，自己看不见，拿得上哪个镜子，所以有许多同学坏脾气的，他自己不知道啊。我是真可惜啊，就我有时候有些当场的时候他们叫谁给我家给你自己吃的，那个味道好看啊，这么难看。这两个星期在看我们这两个六道轮回都在这里，要是自己被误会我这个得了了，我的胃这个发病，那就误会已经来了啊，口干没有水喝，什么要来呀？人性里头就有旧性，旧性里头也有人性嘛。你不要看动物看得起哦，动物这人好得多了，也不要看这些鬼哦，鬼这依然好办，最讨厌是人，要这水可怕，是又脏又臭又可怕，又凶又坏又有传染性。啊，所以呀、啊。自己的自私功能也有各种种子，哎，但是我刚才说了坏掉，自己本身呢也有复杂和种子嘛，所以为什么要修善呢？我们修善一切等等，把自身功能中善的种子发动，慢慢把那个坏种子也变过来为修善了，就成佛了。这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其实。善恶不善恶三样都平等在里头，这个法呢，你要记住啊，为本之中能生，它自然能生，自古不是别人定的，不是佛菩萨的，自古的功能发现，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现在科学也有功能，功能两个字在自然里头，在这里说里头，在中国文化里头用。周围这里头拿来用的啊，功能这个里头的这两个是用在好的时候啊，有这个功能啊，对，那么自己的阿赖耶识的用正带来能生什么呢？三个暂留遗嘱四用正向啊，四个四个果位四果啊，能够生什么暂留果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轮回里头生生世世，这就是暂留果。所以暂留啊，平等的共同的像一股流水一样流下来。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台湾，大家而且大家都在台北，我们这个年龄是暂留的，台北政府要投票啊，大家都在选举期间举方案，这是等流。我们这个选举非常大的，外国没有选举，政界不是政界，不用不得算，这是年龄不同的等流，比方好像一股流水一样等流，永远流下去不断。你如果不等流啊，你可以站在外面听到了遗嘱，遗嘱下面都有解释什么叫遗嘱，这些头发一说一时一地，这是因果报应。所以严格讲起来，我们现在的生命在这里就是一束火啊，有自己的阿赖耶识的众生，父母身从卵上，社会环境时代环境，这是都加入来成熟了这些果位适用。什么是用是是代表每个人，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果报作用不同，有人天才才画画，比如我们看观世音菩萨，看到佛先生画的是那么好，叫我画起来，把观世音菩萨菩萨的画起来被什么你画了，那就没有这个适用功能，谁才没有？还有真相果，其实年龄不够大的人他能够啊，也是这个等流这个时代来的，同一个时代我们等流啊，一说可能每个人家庭出身不同，我比方认为适用每个人脑筋体力不同，健康过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这个人好当了皇帝，号令天下，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的健康过不报
啊，就是我们有些人也是在这个时代等流来的遗书，不能在那这个身体自由也在同内不什么增长不能一个大概要再念三万六千里不在臭中就这个时啊，就想就让你受天下自己都受不了了啊，这个是那开会吧，他的增长果不好啊，就是这个道理。那真念报啊，他的这都是第八呢，是自己懂这个是功能做成的果报。后面一切就，所以呢，第八呢呀是那种有些众生不同，所以每个人生来过程不同，只有过程不同，念报来。第八呢是果报分。啊，另外有第五果，刚才是讲了四果啊，啊，等流遗属四用真上，你们记得哦，啊，但是到期末来考试，就是问问你们这个看啊，啊，四果啊加上苹果五果，不怕是苹果，李西果四果，啊，是李西果的非种生果，有的果叫什么？李西果，西就是酸酸在那里。李开这个车就是在头了，听到了，大安我喊李西，跳过三千万，不在五千中，突破上李西了，心中那个西果在头了。哎，但是李西果不是非种生果，不是种子所生，这个道理懂吗？那我们现在生下来，自己就不来读。啊，所以有个同学也在问道，佛法是不是无生论？哎，你们大家有这种说道的，不是想想，哎，非住在我这的远生圣空，这个是对你认识分体的真如的一个方法了，啊，这个方法呢，远生圣空。啊，是暂时相现象之间，它就会是无生论。暂时呢，它也不是有生论，也可以说它也是多生论。它非什么之论，因为什么在建立在真如分体里，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你要这里就要懂，理其果非中所得，怎么说？那么你说你去不理的理了第八来呀、啊、是他哪里来的这个功能是第八来的功能只不过第八来呀、啊、是你的本来要理去不得中止好了我们也不要修了他修来就会解脱了嘛可是我们第八来呀、啊、是呢这一样东西很大整流一手四用身上非常强理学呢只要自己把收拾收拾了以后再跳着出来再战这是可能呢而非中国所以啊理气果是可正的出国罗汉二国四国罗汉都可以是理气果的可以修正的而非中国并不是第八来啊自己的终止造化了造化了要说只要自行修自行啊要取要借取断要借取到断也得苦他理气苦啊要现行现在你好好修行身体见到见到然后断去一切烦恼的结束贪嗔痴慢的结束才能够得到罗汉果位得到道的果位你看我们很多同学听得很讲话就是一些现在不用我几乎要跟他向他皈依膜拜讲的都对那个道德的话这是道德的话道德所以老子还要老子老子五千年道德生起码有万年可是一开口一有人一讲话通通不能他始终在等流一手里不能再说为什么生中坚持没有断他自己都不知道
几乎他自己都不知道，已经到了中叶这个阶段。所以在你这样普通，然后我就在那看一个人自己讲的什么话，自己在讲话当中自己晓得自己讲的对，讲的不对，这个态度对不对，就在那里这里有收拾了不起，起码很多人都知道，不然一般让他讲话自己才能讲的什么莫名其妙，然后就告诉他，哎，你这个不对，再再再再，他又不会听话，又不会听话呢，哦，而且他那个在夜里呀，有的就晚上，我就不想做菩萨，是哪个讨厌？那一天到晚在等等等等等一等，自己也快变成反过去了，是吧？所以这个离心果啊，要现起道，这个道是什么？见道，见到了以后修道，断结，断掉了这个结子，才能见得这个离心果。所以它不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做出来的，有三卷意，非此所动。来，那么。这些果报啊，不是这些果报，这些种子所生的果，因果的作用，占有几种自用身上，哎，互相有辗转的关系，联系的关系，哪一部分加重了，哪一部分就减轻了，这是所说。所以理虚果啊，就是这个道理。此说正生分别种子，现在我们讲等流果、移树果、自用果、增上果这种因果关系，而说我们真正身上能够有思想有分别，为什么能够有思想？这个第六意识分别来，就是分别就是思想，思想就分别啊，这个东西是思维体啊，物理之内。我为了第六意识能够思维，能够思想，能够分别，也是靠第八来这个分识来，所以叫做识。重识本是无变成果，所以啊，第八来是也可以叫它的种子识。我们一切种子是根根，也要那里就叫它本识，是根本。所以这两个面积呢，结就是封起了，非种子就是种子，种子作用，实是实在作用。所以两个不同的面积，就是在两个不同的作用来讲，一定要在这里做好，看到这里，哎，这个有是非种啊，种非实，有在实。这不是见重视啊，这是前五十啊，因为种子呢它本身也不是实，要重视呢写十种种啊非十种实，再说什么叫种子什么叫实，这个理论说来种与实的不同，我们这个石的根本里头包含的有种子，譬如一个石榴，那个山石榴，大家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番茄，不是番茄，像番茄就最拔了呀，山石榴，可打开里头有石子，那个石子啊，将来会种到地下，又会生出番茄来。在经过的里头的知识，从经过的活动来，都叫一个番茄。但是番茄是番茄，你说里头什么？番茄的种子，种子是很讲法的。这些十种种，非十种食，这怎么讲呢？啊，所以在现在我们讲。法师里头两层里头的各种众生，就是讲众生，这个词里头说法的种子，不是
是将本质的功能有时永远维持，比如刚才比方那个丹田，并不是丹田自己有一个功能永远是自己存在的，那个叫同质性，持重性，永远保持它的生命力。在持重时的道理啊，在那个讲后章师父这一本书后面没有讲到，现在不说。现在是讲十种种与多元功，我们每个人生命生来阿赖耶识里头带的有五种种子，什么呢？大海的规律，善的种子，无的种子，无际种子，善生无生无尽，五种种子很多啊。是谁十种种啊？他本身功能就是清净的，就是讲因为这个就是清净的，力量大的强大，其他的都是助缘。你的杂呢，是自己本身众生来的，所以每一个人啊，这众生这个人过程不同。哎呀，老师啊，我现在最近常常听到老师啊，我慢慢改，你看我改的好多了，我只好好多了。那是我在讲嘛，两个人改的了，本身总是没错的，改了好多了，你看我好多了，这句话一点都好多了。真改了以后，多问人家，你看我改了没有？改了是在认水认难，就是。啊，像老三，你看我改了很多，这个表现成一个根本的坏种子，啊，自己没有智慧，你怎么说话呢？那么普通念佛他教育法之后又到了天天了，是是是，你现在改了很多了啊，好好再努力啊。那是从小孩子改，要把这一个，所以修佛在那里修的根本要这一招最难，这一招下来。彻底的改过来，立地成佛，正悟就是悟这一下，产生说立地正悟，你还正悟得了？就这个智慧气派，叫得真。所以你看，我们要找的一切人，阿赖耶识里头所带来的种子是，生下来以后变成这个人，就社会完成教育，那么这些。只是只是这样那样那样这样啊，种种因缘把它裹上去，只是只是转变。其实我带来有一个逆数的天才，那么我总是也逆数天才啊，碰到了我你不教我说话我也会话，就是有些还是没逆数，会画画的天才，画了还是总是带来然后发挥的就变成口头啊，或是一阵口才能来讲大学，他的医术不好，身体根本不对，所以有些人说身体不对拿牙齿来画，拿手来画就是都没有了，这个医术火爆不对，使用也不对，环境也不对，他成为一个战乱的时代，所以他画的画都是风火脸的悲惨的，那就造成你个人不同了，这些音乐不同，只是这个这样那样转变，为什么声味转是不味一些种子，那个种子还没有对到度远，那个真的那是刚才我们比方一个番茄的种子种下去，它要萌芽，在你把这种大在各种音乐的时候又萌芽又变成种子，渐渐种多啊，这为什么叫做如是如是两个字？如是翻译成白话就是这样那样，为什么这样那样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人生里头有这个众生，但是这些众生有开始有这个因素要变成成熟构成一个东西啊，渐渐种多，这个中间啊各种因缘，这样那样的因缘碰到助缘啊，助缘因缘什么以后再讲，这个变现的很多，所以啊为了加重语气说
童年就是家中这个女婿是这样那样变，就是讲第二句这个节奏，如此如此变。文学中讲是三心共不共振，总是正果啊，共不都是十种正果。他说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的种子，包含了三种真实力量。怎么呢？这种子哪里？种子哪里来的？现在我们现在的行为，来生的种子，现在的习惯、真实，慢慢习惯了，善、恶、无尽，这是来生的种子。三行共不共振，是吧？就形成了来生的共识，大家相同的、相共的、共有的，乃至不共。此构成来生啊，啊，这一生的现象跟未来的种子，未来一所生的种子呢，又变成将来的现象，这就叫业力。是共念共不共识，这是共念不共念。念我们普通来讲念力，念是以果来讲，识啊是以因来讲，念是什么变，心意是变上来，这可以念这个道理啊。所以共识共念变成了什么？我们经过的世界的环境，其实我们现在生在二十四世代，母亲这个是在啊，美国、中国、日本国啊，欧洲生产国家啊，又是自由世界、共产主义世界，一些人说的不安，这个是我们的共念所生的一道不同，共念所生，一切众生的一道是共念。一方是土地环境，中国的社会时代。那共念呢？我们每一个人个人所得的因缘众生，个人受报不同，受报不同。那十种人格，这个十这种子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一次坚持立正。第三句接着讲三学立功，即现成时代，即现时代种类方便，希望方便为自行佛。就我们现在的思想，这个思想第六意识这个现成，我们现在一天的习惯，每个人过程不同，因为你种子带来过程不同，现在表现过程不同。相应相接生产，就是八个阿赖耶识现在起来的八个阿赖，具备以及八个阿赖耶识的心理相应，心所的五十一位心所相分、见分等等所生的，他们同时有互相有帮助一些力量，互相自己就帮助，不是帮助我们。八是互相帮助，就现在心理的状态给自己造孽制造烦恼，一切是对，所以现出来要说第六意识前五识，不管什么事就明叫做分别。龙种的人呢，不详细分析呢，就叫做分别心。分别是什么意思？希望分别为自身，所谓分别心啊，将它本身是靠不住的，本身是个骗人的东西，虚假，所以叫做妄想。妄就是靠不住的，每个思想它不停留，
把握不住的。因为我们这个意识所生一切作用啊，所有现在的生命活到都是为自心的，这个心是虚妄的，分别为自心，以虚妄分别自己产生的认错，认为就是生命。那么就是分别锐多不念离别呀，第四句话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讲分别心的也是重点，方便所以我们佛法呢，把心理状况现身的这个维持作用，方便待发居水论分别九十多种啊，维持中方便100多种，其实还是归纳的，加上现在心理学你要把它分析开呀，这样的多少心理现象是方便的种类很多，因此在经济上的是比一比他们这个他们就包括了很多。怎么念出此颂一说，这个经典呢，这个经典的意思讲是外缘要本事中啊有一些种转变差别，虽然不靠外面的因缘，是讲我们的每一个人真正带来的法来呀，是在本事里头有一切种，具体了一切种转变能起所生的转变作用，以及现在我们活到生命自己认识现在法中时代坚决的力量，这过去的种子因缘配合必定分辨各种分辨分而也在身，方便人是说有些天才儿童，我们普通叫天才，有人数学才最好，有人文学才最好啊，就是现在普通讲的话，在不发的关名词的那就是他数学的分辨功能才最强，那文学的分辨功能才最强，就从此带来佛家外面放弃分辨，他本身也是个功能，不会不思考，可是有些人天生爱打坐爱修道，哎，所以你就看到了，有些人天生多生修那个无想定，还有人修那个懒惰道，所以这一生也是想修懒惰道，万事不要找我什么都不想干，哎，所以出家了去，然后跑到出家了，不行，出家也麻烦，要是规矩，我干脆打个毛孔，这种叫。他出生类是外道众生，逃避现实。那么不是修道的人，是修道的，他要多少生能够走向菩提正道，他不知道呢。我现在跟你们讲老实话，你们这个人杭州人就这个路子，佛法在世间呢，占地不得之人，所以修了一辈子，在将来打坐万事不管，昼夜是掉下来，他打破了头，这样一个人修道。就是外道众生，懒道和无一定是叫他懒道没有用啊。那再一次呢，他终生来一点的这个众生的时候，这个众生他已经培养了很久，走了。所以他过程呢，就给他的智慧自己做什么，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儒家王阳明也真不了，王阳明接受天台宗。啊，他能够打住一层，又眼睛都发了整层，刀要救世，要救世，走向了这，那不了不起，这个自主性都高啊，普通人不能懂的。所以你看，普通讲了半天，这个以前是被人打出去了，最后才讲的，他们打出去，要明白，他没有办法，就把那个欲望扔。你要说在讲我们三省之间。两个人天上没有一个人啊，不好逸恶劳的，都喜欢出来。为什么我们喜欢受到你年代翻身之罪？是这一种出来的过程来。好逸恶劳是那个点，一下我以为你站出来了，他不要我盯住，你书写一下黑板也不收你书写，
的也不老。啊，那就是耗的也不老。啊，后山方面就净化起念之意来，所以我们修福就净化起来。这个净化起来也是本身心性里头就有这个众生，啊，净众邪身为缘生故，因为本身里头啊有喜欢想到我修福的这个净化的因缘，那么现身碰到这个因缘外缘啊，好，自然就证住了。这个因缘的关系，现在今天是讲本实众性的这个认识的重要啊。不过就说没有这个种子呢，现在不是慢慢小种子了啊。这里有问题的啊，这两个问题有同学，小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说啊。这个现在我们陈伟师论到289页翻过来就是290页啊。上次我们讲到关于八识一心具备八识，那么作为八识是心王啊，八识就是一个心的道理，分析开来用八识讲，所以每一个人一切众生各有八识的作用，它同体性空真入一体，但是一体啊不要想成好像我们世俗的观念啊，同样东西，譬如水，水性相同，水做成各种酒啊茶，这个本身酒啊茶本身八识的作用不同于水性，这个道理要好好参一下啊。很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搞复杂了，现在碰到是因缘的问题，只有八识讲到因缘的作用连带，这是陈伟师论在这一段连带说到因缘，讲到音乐法师也正碰到一个问题，上次几位同学都提到，正因为有佛教界的人士啊说到佛教也是无神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几十年的老问题，就是说西方哲学过来以后引起的宗教哲学的问题，天主教、基督教任何一个宗教，这个攻击佛教的就是佛教是无人无神论的，无神论啊，要先生陆的陆先生，那无神论的，那么这个有些佛教徒当然不承认啦，说佛教是有神论的，什么是有神无神根本也搞不清楚啊。教内的佛教教内的朋友们不管出家在家清楚的人不多，并不是全体没有，有神论无神论是西方哲学的专有名称，中国也有，两个不同。那么西方哲学讲有神就是指定宇宙只有
周旋，但愿自己长久，那离分的北天南。